横滨位于东京湾的工业重镇，也是日本现代化的门户，氢能科技将在这里实现。走在横滨港区的街道上，你一定会发现这一座红砖打造的仓库，它的外观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的样貌，不过里面呢却已经改装成为既现代化又具时尚感的休憩购物空间。看到这样的建筑物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原本一座近乎废弃的红砖仓库，经过了一些巧思的设计改造之后，立刻幻化成居民们最喜欢的休憩天堂。正是这种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的精神，让日本能运用科技努力克服资源匮乏的困境，成为新能源的科技大国。